上只能带三个东西，我带什么？吃的，手机，带上我朋友吧。为什么要带他？因为他比较搞笑。去墓地睡一晚上，只能带三样东西，会带什么？平安符、辣椒水、糯米水。这个有用吗？你觉得？万一有僵尸怎么办？去墓地睡一晚上，只能带三个东西，会带什么？要带帐篷。为什么？要，总要有睡地方嘛。去墓地那种地方，肯定要找睡的地方。一定要带水，灯也一定要带。带帐篷了，带手机了，带水了。去墓地睡一晚上，只能带三样东西，会带什么？带男朋友，手机，还有吃的。为什么要带上男朋友？因为有安全感呀。手机呀、啊，还有音响。带音响干嘛？如果有声音的话，自己就不会很害怕。带被子呀，不然怎么睡？男朋友，手机，钱。为什么这三个？因为男朋友可以带着钱，然后拿着手机就可以跑了呀。钱、手机，我自己。你去墓地带钱干啥？得用啊，上哪儿不用钱呢？